瑞威国际这间直销公司绝对不是另外一间新的直销公司。瑞威国际的诞生将会造福许许多多的人，将会帮助到许许多多的人，让这些人得到更完整、更正确、更快乐的人生。 V-Way 就是 Right Way 的意思，我们要制造一个没有勾心斗角、没有争权夺利、不需要戴着假面具来讨好别人的地方，一个正面积极、一个充满竞争力、充满生产力的一个环境，让每一个人在 V-Way 的成功都是光明正大的成功，都是一个没有遗憾的全方位成功。 V-Way 国际选择直销这条路，从来都没有想过他到底能够在直销这个行业里面可以得到什么东西。从一开始到今天，他都在想他到底能够贡献什么东西，能够付出什么东西，能够给什么东西。这就是 V-Way 国际跟其他直销公司的不一样的地方。从2008年7月1日成立至今，只是短短的3年的时间，我们已经发展到几个国家。目前我们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尼都有了我们自己的办公室。一直以来，我们都坚持的一个理念，那就是我们不把财务风险转移给我们的直销商，也就是说，我们把所有设立分公司的费用全权由公司来负责。而且我们对自己承诺，只要哪一个国家有积极认真付出的 Diamond Tree 下的产生，我们就会在短时间内努力在那个国家设立我们的办公室。我们公司跟直销商而建立的感情不单只在利益上，利益以外的，他在家里，他在家里的问题跟他的生活所有的东西，我们公司都会担心。我们的感情不是这么容易被挑拨的，还是可以经得起打击的。别的公司来讲，他付出了每一天30天过后，他们可以拿到他的收入，35天到40天，在我们公司里面，今天你的付出，明天你可以拿到你的收入，这个是直销商最喜欢的，得到一个东西。另外，相信大家都知道，一个好的电脑系统对一个直销公司来说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所以我们也投资了整百万的资金在发展有关的项目。以目前来说，我们的直销商是每天可以从电脑系统看到他们来自世界各国当天及时的组织状况、当天的业绩，甚至是当天他们的收入。当然好还要更好，我们会不断地去加强，让我们的电脑系统更加的完善，功能更加的多元化。我们公司每3个月都会做一个表扬来肯定你跟认同你，而我们公司的领袖就是我们 Diamond Tree Star 跟我们的 Elite Tree Star。 任何人进来立威国际都是平等的，没有一个人可以拿到优惠，这种公平的环境是有必要的。如果一个人肯付出，我们公司绝对会支持他的。在行政作业流程方面，我们V-Way会朝着系统化、数据化和人性化的思维去发展和管理。也就是说，在文件上、SOP 上，我们着重在于系统化和数据化；而人性化方面呢，也就是说，我们以人为本、顾客为上的理念是我们是最坚持的。通常呢，V-Way国际的会员，我们的直销商在跟公司配合一段时间过后，都会被公司的某一些东西所吸引，甚至会有一种莫名的感动去爱上这个公司。要是不是因为公司坚持的这个文化理念，肯定是公司准备贡献的这种作风，要是不是这个作风，肯定是他的网络计划。如果不是我们的网络计划，那么肯定是我们核心领导人的一些付出，如果不是这些领导人的原因，那么肯定的就是我们目前在主打的一个产品 Birthday 胎盘素。当一个母亲在怀胎的时候，她身体所有的营养成分都会被输送到她的胎盘，而同时
胎盘就会把这些营养成分以及这些氧气供应给肚子里的婴儿，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胎盘本身是非常富有营养的一个东西。那么当我们 V 位在选择胎盘素的时候，很多人都会问我们，为什么我们不选择较普遍的羊胎素而选择鹿胎素呢？那是因为 V 位完全明白这一点，21世纪的我们追求完美，我们要求的是更好的东西。鹿有鹿生百宝之说，鹿的每一个部位都是宝，鹿从鹿茸、鹿鞭、鹿血、鹿心、鹿尾，每一个部位都有一定的医疗效果。那么当一只母鹿在怀小鹿的时候呢，这一些部位的精髓就会输送到它的胎盘里，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如果我们拿鹿的胎盘跟其他的胎盘比起来，鹿胎盘它是占优势的。这就是为什么 V-Way 选择鹿胎素的原因。2008年 V-Way 国际推出了我们的第一个主打产品 Pertia 胎盘素，当时许多消费者亲眼目睹以及亲身体验 Pertia 胎盘素所带给他们的惊喜以及明显良好的效果。当时顾客们都深深地感觉得到 Pertia 胎盘素它的确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保健品那么简单，它已经远远地突破了所谓的保健品的领域，它已经从我们上万的顾客群证实了 Pertia 胎盘素的确能达到目前医学界还未能达到的医疗效果。在我们推出 Pertia 第一代的时候，说真的，那个时候我们连一个正式像样的包装都没有，不过因为产品效果非常的好，产品会说话，推出市场的时候得到非常好的评价。而在我们帮到许许多多的人的当儿呢，我们同一个时刻在2009年就推出了我们的 Pertia 第二代。我们加入了两个关键的营养成分，使到 Pertia 胎盘素拥有8个天然有效的成分，效果更显著，适合更多不同体质的人。因为它的成分比例比我们的第一代高出将近1倍，比市场上的同类产品高出2倍以上。而让我们更感动的是，有非常多的顾客踊跃向前，主动分享他们的见证，希望通过他们的见证让更多的人能够体验 Pertia 胎盘素带给他们的效果。2010年，在市场上还没有类似我们 Pertia 胎盘素这样的保健品在市场上的时候，我们又进步了，我们推出了 Pertia 第三代。Pertia 第三代一推出，让 V-Way 在1年内拥有500%的成长，那个是5倍的业绩成长。那么这个也可以看得出 Pertia 第三代不止更有效，而且速度更快。 Pertia 胎盘素不只带给 V-Way 国际庞大的业绩，也使到我们 V-Way 跟顾客的关系更亲密，我们会更努力携手把 Pertia 带给更多的朋友。我们 V-Way 上上下下都自我期许能够提供最好的服务、最好的效率给所有的顾客和直销商的同时，又能够保护到每一个直销商的权益。希望每一个顾客、每个直销商在踏进我们 V-Way 的大门的那一刻，都能够从我们 V-Way 员工脸上真诚的笑容感受到那一份爱、那一份关怀、那一种回到自己家的感觉。在直销这个行业，直销商都是以近距离、面对面、直接推荐的方式来经营这个生意，成交率是非常的高。不过前提在于每一位会员、每一位直销商都必须要对产品有非常专业的知识水平。我们的所有销售工具集中在一个产品，我们所有的精神集中在一个产品，我们所有的发展空间集中在一个产品。如果你问我 Pertia 胎盘素成功的秘诀是什么，就是集中。我们大小会议我们都不看业绩的，因为我们看复制，因为我们懂复制是让一个团队会变成很大的。为什么我们会这样讲？因为我们公司的理念就是去到每一个地方就是一步一步这样打。如果我们每一天打，我们的会议降下去来讲，迟早的一天会穿的。所以你跟住我们公司的脚步，跟住我们公司的方向是对的，是可以成功的。以目前我们公司拨出去的奖金，以直销业来讲，它是最高的在全世界。如果你们肯跟我们配合，我们肯定的让你们富有。从开始到现在 V-Way 国际没有选择走任何一条捷径，一步一步的
选择走最正确的步骤，一个一个的把产品推荐到消费者的手中，那么一次一次的我们准备面对未来的任何挑战。这就是 Reway 国际的精神，这就是 Reway 国际一贯的作风。